在里面坐很久了。大家好，期待已久的全新世代 BMW 3发表会将于3分钟后开始，也请各位贵宾准备好勇于挑战的冒险因子，与我们一同进入 BMW F3 的无限想象空间。还在内湖，我等一下再出去接他，票在我手上。能够呢代表我们 BMW 范德股份有限公司，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来到全新世代 BMW F3 发表会的现场。是的，我们都知道呢，全球车界领导品牌 BMW 的核心理念就是想带给大家一种非常轻松那种乐趣那样子的渴望。所以呢，品牌精神一直以来呢都秉持着一个不断的突破、持续这样子的一个精进的信念，在各方面的成果上面呢，无论是在性能、设计、动力以及科技等等，都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
因此呢，在豪华设计当中呢，是的，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一个领导地位。而今天全新时代的这样子的 B&W F3 呢，除了承袭 B&W 品牌精神之外，还有拥有了我们 X 家族纯正冒险的血统，再加上无惧这样子的动力，绝对可以激发出我们内心这样子的一个对未来挑战的这样子的渴望。我相信呢，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出一条不凡之路，挑战无所限。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全新世代 B&W F3 的不凡之路。台湾总代理范德股份有限公司杜黄旭执行董事来为我们致辞。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贵宾，还有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非常诚挚的欢迎各位贵宾们今晚的莅临。那么今天我们选择了和平篮球馆来呈现我们全新的世代、全新世代的这个 X3 的登场。今天这个场馆呢非常的大，刚好就适合我们最霸气的 X3 这个全新世代的休旅车的发表。我的同事呢非常的能够体谅我，因为这个场馆非常大，所以呢他们很担心我从后台走过来呢会太累，所以呢安排了这个让我坐车子而能够非常华丽的登场。谢谢他们，也谢谢各位贵宾的莅临。那么在2003年，第一代的 X3 发表，在14年前，它就是在这个集聚里头，第一部使用了智慧型的 X5 的一部运动休旅车。那么在当时的运动豪华休旅车里头，这个集聚，那么它是一个全新的开创者。那么 X3 呢经过了14年，它对于这整个世代的休旅车的影响是非常大。那么各位都知道，目前在市场上面可以说是主流的车型就是运动休旅车。那么身为这个集聚的最早的开创者，我想我们是时候该呈现一个全新的世代的一个产品在所有的消费者面前。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发表的是第三代的 X3。 那么全新世代的 X3 呢，不仅承袭 BMW X 家族纯正的强悍血统，在外观的设计以及内装质感也都更加的精细，车身的线条呢也更为壮硕跟霸气，同时也加入了现代跑车般的这种动感线条。当然车室空间跟机能性原本就是休旅车的一个卖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加长加大，所以室内空间呢也变得更宽敞也更舒适。这是一个跳跃性进化的一个豪华座舱，那么无论在设计风格或者是质感用料上面呢都会令人感到无比的惊艳。
除了外在的改变，科技的导入也是领先同期。那么 BMW 引以为傲的 BMW Connected Drive 智慧互联驾驶科技，在全新的 X3 上面也都不会缺席。同时我们也配备最先进的主动安全的配备，以及车坛唯一的智能远端遥控，进一步的呢把生活跟车辆紧密的连接，让所有的消费者能够享受超乎想象的便利跟全新的体验。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贵宾、媒体朋友们，全面进化的 BMW X3 绝对能够满足每一位热爱探索未知、挑战所有的不可能的车主。今天我们将会有最棒的产品以及最棒的一个发表会的节目内容呈现给在场的所有的贵宾。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邀请所有的贵宾能够亲身的到每一部车子里里外外跟我们共同来探索高质感的全新的 BMW X3。 那么同时呢，在明天开始，我们全省的展示中心都会展示全新世代的 BMW X3，所以欢迎各位贵宾能够抽空到每一个展示室去亲自的再去每一个细节的去探索最新的 X3 的优质的这种内外装的感觉。同时呢，我们也会安排非常多的试乘车，让所有的贵宾能够亲自的去体验。我想各位都同意，你只有亲自坐到 BMW 车子里头，你才能够完全领略 BMW 的极致的驾驭乐趣。我常常跟很多的朋友分享，如果你坐进的 BMW 车子，然后呢你也试乘了一段，最后你没有下定的话，你就太对不起你自己了。我非常的有把握，这一部全新世代的运动休旅车，同时也是现在市场上面的主流，一定可以满足所有贵宾的需求。感谢各位今晚的莅临，我们将会有非常棒的节目呈现在各位面前。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Thank you.
全新时代的 BMW 3。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BMW 台湾总代理范德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训练讲师张明佑先生 Bruce 以及产品负责人陈威先生 Wilbur。今天真正最帅的是我们要推荐给各位全新世代的 BMW X3。 我们都知道 X3 呢，在这个局域当中强调的就是突破跟创新的角色。我们从第一代 X3 开始就首创了该局域运动休旅的定位，我们提出把跑车的灵魂跟休旅车的多功能性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所创的运动休旅概念。而且第一代的 X3 呢，就搭载了 BMW 集团里面最好的 xDrive 智慧型可变四轮传动系统。第一代跟第二代的 X3 的车型呢，在全世界累积了超过150万辆的加机，可以说是真的了不起的成就。我相信在座的贵宾跟我一样，都非常期待第三代的 X3， 它在外观、在内装有什么迷人之处。沃本，麻烦你了。没问题。在开始之前，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喜欢挑战吗？当然。我听到 Bruce 说喜欢，还有各位贵宾喜欢挑战吗？应该吧。挑战虽然艰难，但是我们都非常热爱挑战。其实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遇到非常多的挑战。在职场上面我们要挑战对手，在球场上面我们要挑战敌人，甚至有时候在情场上面我们也要挑战情敌。没错。又有些时候呢，我们要挑战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自己。那我们要如何克服挑战？我们要如何迎接下一个挑战？ BNW 的方法是力量。力量能让我们挑战无限的可能。而这一次 BNW 集团旗下最年轻也最具才华的设计师 Kelvin Look， 用力量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语汇，为全新世代的 BMW X3 做了非常多的改变。Bruce， 我非常好奇，你看过车，你坐过车，你刚刚甚至开过车，不知道全新世代的 BMW X3 带给你一个什么样子的印象？我觉得这台车子从外观到内装到配备，可说是完全大幅度的跃进。我真的很好奇，我们要怎么样来呈现这么多最棒的科技跟内装给我们的顾客？没错，交给我。相信各位观众第一眼看到全新时代 BMW X3， 就可以感受到它散发出截然不同的强大气场。强大气场哦！我们可以看到彻头彻尾展现了越野运动风格的霸气，但是霸气是从哪里外露的？一切都必须从这个硕大的双肾型水箱护罩开始说起。直瀑式的格栅随着水箱护罩的拉宽拉长，呈现一个非常高耸的面貌。那通过引擎盖上面非常立体的折线，在视觉上面让整个的水箱护罩更为突出，所以让整个的车头轮廓更具有分量感。没错。并且在头灯的部分，LED 的头灯及雾灯是全新世代的 BMW X3 的标准配备。两种不同的头灯造型，我们看到分别以六角形的这个头灯造型以及经典的四圆形的造型呈现，分别具备了主动式转向功能或者是转向辅助灯。不仅在行驶上面更加的安全，在外观上面也非常具有识别度，所以让整个全新世代的 BMW X3 在整个车头的轮廓看起来非常的大气，非常的成熟。没错。接着我们来到车侧，我必须说，各位贵宾、各位媒体朋友，这将会是您看过最具跑格的纯正正统的豪华运动休旅。 Bruce， 你怎么看？
这一代车型的车侧充满了肌肉跟力量张力，但是呢又有非常跑车的流线造型，我想这当中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设计哲学。没错，数字会说话，0.29的风阻表现，风阻系数的表现，让全新世代 BMW X3 堪称是冲击力最佳的空力表现的车型。没错，我们会看到整个车身的腰线以及车门下方非常利落的折线，让整个车侧的第一印象非常的具有流畅的跑车气息。不仅如此，所有的车型都至少标准配备了19寸以上的大型轮圈，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便车子静止在这个地方不动，后座最后排的贵宾们都可以很轻易的感受到蓄势待发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力。没错，真的很棒。接着，我们沿着非常美妙的这个车身的腰线来到车尾，这个部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设计之一哦。为什么？这是 Kelvin Look 设计师特别强调的力量的延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车身的腰线延续到了尾灯，所以尾灯透过这样子腰线的这个折痕，呈现出非常美妙 3D 的立体曲面设计。而且它还是采用全 LED 的配置，所以清晰明亮的光型不止在夜晚上更加的安全，更具识别度，在整个车尾质感跟印象的营造呢，也更为精致，更为的绚丽。另外一个车尾的设计重点呢，那就是波浪状造型的跑车式尾翼以及双出的尾管，透过这些运动化设计元素的点缀，让全新世代 BMW X3 即便在车尾都可以感受到浓厚的运动气息。好，接下来相信各位贵宾都非常期待，跟我们一样非常期待看一下全新世代 BMW X3 的内装到底又做了什么大幅度的改变。没错，当请我靠近车门，打开车门前，我们可以发现地板上有什么？哇，好像变魔术一样，有两道天使的翅膀。Magic， 没错，天使的翅膀，有如天使般翅膀洒落在地面的是迎宾光毯。这样子的设计，宾至如归的设计，其实是源自于 BMW 的品牌旗舰车型大七系列上面所搭载的。那现在呢，也是成为了全新世代的 BMW X3 的标准配备。好，接下来我们坐进内装，哇哦！当你坐进座舱的瞬间，完全感受到豪华的座舱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层次。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大家可以轻易的一目了然就可以发觉 ，BMW 最经典、坚持百年的传统驾驶者导向设计的座舱设计，轻易的可以发现，全新的六角形的中控台，完全呼应了车头非常具有立体感的外观，甚至是六角形的这个头灯的设计。而同样源自于大七系列上面的雾影镀铬按键，让全新世代的 BMW X3 称得上是豪华运动休旅，它散发出来截然不同、非常高雅、非常尊贵的气质。另外，银色的饰条非常重要，贯穿全车的银色饰条，搭配无论是黑色高光泽的内装饰板，或者是我们在荧幕上方可以看到的有如北欧家具般直朴的 Funlight 的木纹内装饰板，搭配起来非常的协调。所以透过这样子的配置呢，让整个 BMW X3 的内装注入了非常多不同的个性，但是同样都具有非常高质感的呈现跟表现。好， BMW 非常了解每一位 BMW 车主都非常重视细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全新世代的 BMW X3 在内装非常多 X 专属的这个徽饰，不管是在中央安座、车门、迎宾门槛，甚至是我们的 B 柱上方，都可以看到来自于 BMW X 价值不可磨灭的这个独特的徽饰的印记。哇，原来还有这么多小巧思值得大家去探索。没错哦。另外，营造内装质感的重要元素就是皮革材质的运用。全新世代的 BMW X3 标准配备了双前座的跑车座椅，在材质选用的部分呢，不管是真皮混搭高级的织布面料，或者是采用质地非常怎么说，质地非常的扎实、非常的细致的全新 Vernasca 的真皮内装，都让驾驶以及乘客在乘坐上面确保最优质、最豪华、最舒适的感受。甚至连仪表台
都采用 SensorTech 的皮质包覆，看看那个缝线，全新时代 BMW X3 在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讲究，非常的专精。接下来说到舒适，我不得不介绍后座空间。受惠于轴距拉长了 5.4 公分，全新世代的 BMW X3 拥有非常宽敞的后座空间，同时也具备了3区的恒温空调。假如后座您的孩子、您的乘客想要仰头，就可以坐拥整片的蓝天白云，没有问题。足足加长了25公分的大型全景式的电动玻璃天窗，将会带让你如非常非常非常的惊艳。哇，那这样子沿途的所有的美景跟满天的星斗都是尽收眼底，一点也没错。但是旅行，我们除了收集风景、拍照之外，另外一个一台称职的豪华运动休旅，它当然就必须能装得下全家大大小小的行囊。全新的 BMW X3， 它具备了550公升的后箱容积，透过40/20/40的分离式椅背的倾倒设计，可以将后箱容积一举提升到1600公升，并且所有的车型都标准配备了 Comfort Access 门钥匙系统以及电动尾门，还有另外一个贴心的设计，那就是感应式的尾门的启闭系统。从此之后，装卸物品非常的轻松，非常的优雅。所以拥有一台 X3， 所有的家庭、你的出游、你的户外活动需求都能够达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说得好，一点也没错。在我们刚刚短暂的时间看完了外在视觉上 BMW X3 带给我们这些力量的改变，但是往往还有一些无形内在的改变是我们看不到的。接下来我们请 Bruce 为我们介绍全新世代 BMW X3， 它搭载了非常多 BMW 顶尖的科技，我们交给 Bruce。 谢谢文本，我们来聊聊创新吧。当你买到了全新世代的 BMW X3， 你买到的不只是一台最棒的运动休旅，你还拥有了当今世上最先进的人车互动界面。例如你在画面中左手边能够看到 10.5 寸非常巨大的中控触控萤幕，画质非常的好，而且还有很直觉的触控功能，能够让你轻易的操作车上的每一个功能，不怕找不到。而且呢，我们还拥有了画面右手边的 iDrive 6.0 操作界面。这个新的操作界面，我们独创了以大面积图像化6个方格的显示，让你能够有条不紊地看到所有行车的动态，而且你还可以就像智慧型手机一样，你任意地去排列你的图示，达到最客制化、最直觉便利的享受。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荧幕当中这一代的 X3 拥有了手势控制功能，只要动动你的手指，挥舞下你的手掌，你就能够控制最多常用的功能。所以呢，你拥有了最新世代的人车互动界面。创新不止于此，我们在智慧驾驶辅助套件有了很重大的突破。新一代的 X3 拥有了堪称目前业界功能最完善的半驾驶辅助系统，我们可以拥有主动车距定速控制系统，让你的爱车能够跟前车保持一个适当的安全距离，并且并由车子主动来控制油门跟刹车，让你行车的过程非常的轻松又非常的安全。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看到我们有主动车道维持辅助，它能够帮助你爱车固定在车道正中央。如果你不小心让车辆稍微偏移了一下，这辆车就会帮你做修正。所以这样子另类的超驾乐趣，未来我们全新 BMW X3 的车主也能够享受到。人车一体不应该只是在车上， BMW 改写了新的人车一体的定义，就是我们在家中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掌握爱车的即时状况。你可以透过手机的 Connected 物联驾驶的应用程式来掌握爱车，不管是油量、大灯，还有呢预先启动送风空调，还有 3D 远端监控，这些非常实用的功能，相信能够让你在用车的体验上有更上一层的体验。文文，你觉得这个 3D 远端监控怎么样？我必须老实说，当我第一眼使用到这个功能，我发现太神奇了，是有鹰眼在对着我的车照吗？实际了解后发现，它的实用性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假如我今天出国出差，我把车停在机场，哎，听说台北下了大雨，刮了台风，我都可以轻易随时掌握我车子的资讯。
对，所以不管外头刮风下雨，你都可以很轻松自在的在家中、在办公室监控爱车的一举一动。以及你可以看到画面最右手边的智慧型萤幕钥匙，拥有了这一把就像精品一样的钥匙，你拥有的不只是最先进的科技品味，同时拥有了最便利的功能。这把钥匙可以显示很多资讯，包含你目前的可行驶里程，包含你的车门、大灯有没有上锁或者是关闭，也可以在你上车前预先启动送风空调。所以这么完整的功能都呈现给我们全新 BMW X3 的车主。讲完了创新，我们应该聊聊在 BMW 骨子里面最强调的运动基因。你可以看到在新一代的 X3 上面，极致驾驭再次改写这个车界的标准，我们树立一个让我们的对手难以超越的目标。这一代的 X3 不管在各种路况都有最棒的运动本色，因为这一代 X3 呢拥有了新时代的高效动力，另外还有全新的轻量化底盘，还有非常骄傲的前后轴50:50完美配重，以及我们的 BMW xDrive 智慧型可变四轮传动系统，还有所有很多先进的主被动安全功能。我今天挑三个东西跟各位介绍 BMW 的超驾的乐趣，源自于第一个是新时代的高效动力。全新时代的引擎导入，我们提供了汽油、柴油两种不同的动力编程，你可以拥有排气量2000cc 的四缸涡轮引擎，你也可以拥有排气量3000cc 非常经典的直列六缸动力，体现 BMW 集团高效动力的宗旨，也就是更加节能环保、更多驾乘乐趣的体验。以及非常重要的是，这一代的 X3 我们搭载了前后轴50:50的完美配重，我想这大概是这个节区里面唯一一个敢强调我们是50:50配重的车款。到底50:50配重有什么好处？当你在驾驶这一台车，不管在起步、加速、过弯或者是刹车，它都有最棒的驾驶动态，让你一点都感觉不到原来这是一台这么大的车子，反而有小车的灵活、刁钻跟轻巧。受惠于全车上下包含底盘相当多铝合金的材质的加持之下，我们对比上一代车型大幅减重高达55公斤，所以这么重大的突破，难怪新一代的 BMW X3 能够达到50:50的前后轴完美配重。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 xDrive 智慧型可变四轮传动系统，这一套系统堪称是目前业界最智慧、最聪明的科技，因为它能够落实了连续不断可变这样子的特色，透过先进的电子侦测，能够提前感知到前方的路况，并且预先帮你进行前后轴0%-100% 的不断的动力移转，让你在面对任何的路况都有最从容的反应，体现到真正的超驾乐趣。所以有了这一些先进的功能，不怪乎 BMW X3 能够在这个集聚再次树立一个超驾的标杆。我相信只要各位开过这辆车，你就一定会爱上它。 Bruce， 我非常好奇，我身旁这一台搭载了 Luxury Line 的外观的风格套件，它具有肌肉感，它同时又淡淡的散发出一个高雅的奢华气息，但是你身后那一台 Photonic Blue 的 BMW X3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你从开始开进场我就感受到散发出全然不同的这个跑车气息。对啊，当我上车发动引擎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这个车不简单，能不能请你跟我说一下这一款是一个什么样的车款？没错，各位贵宾、各位媒体朋友，在大家眼前的就是 BMW X3 车系历史中第一台 M Performance 的车型，全新世代 BMW X3 M40i。 而且我发现这一台车子的车色蛮特别的，这是什么车色？ Photonic Blue， 这是全新 BMW X3 上面搭配的颜色。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 M40i 上面的车款搭配起来非常的霸气，但是又像是夏天的蓝天，一抹的蓝，非常的清爽，非常的具有性能味道。对，而且我发现这个车全车上下有很多特殊的颜色点缀，对不对？没错，身为 BMW X3 车系当中第一款 M Performance 的车型，它在外观上面就必须要具有鉴别度，而且是极大的鉴别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水箱护罩、在整个下气坝、轮圈、后视镜外盖以及 Air Blizzard 的这个饰板都采用 MPA 专属的镀饰材质。
不仅如此哦，我们可以看到全车搭载了 M Sport 的空力套件，不管是在前后保杆，甚至是在侧裙、轮拱，都采用与车身同色的烤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呈现出一个非常具有运动感的外观风格。而且这一组轮圈好像特别的霸气，它有没有什么玄机？没错，刚刚在闲聊之余，我听到最左上角一个也是穿蓝色衣服的观众们就说：“哇，那个轮圈好大哦！你看，这么大的轮圈，21寸 M 款双辐式的轮圈，远在左后方最遥远的观众都可以感受到它非常霸气的外观。甚至，我相信他可能也有注意到，在这个轮圈当中有一个蓝色的 M 款的卡钳，丝活塞的卡钳，好棒的蓝色涂装。那不晓得它的悬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也说到了另外一个重点，全新的 BMW X3 M40i 标准配备了 M 款的陶瓷化电子悬吊。假如您今天载着妻小，载着你的孩子，想要在市区上面买个，在市区里面买个东西，开到我们一般的 Comfort 模式，您可以享受到如房车般的舒适的行车路感。但如果说你今天周末跟你的三五好友约去北宜、去五指山杀个弯，调到运动化模式，它可以给你在激烈操驾上面所需要的悬吊支撑性以及清晰的路感。太棒了！那内装的部分呢？我刚才握上这组方向盘，我觉得它的握感特别的好。是货，全新世代的 BMW X3 M40i， 它配备的是全新造型的 M 款运动化的跑车方向盘。不管是在真皮材质的选用，甚至在缝线上面，在设计上面都是全新，而且都是最好的。还有啊，这张座椅我一坐上去哦，就觉得包覆性特别的好。我想以后开了这个车哦，去外面兜兜风一定是很过瘾的事情。我觉得你真的非常会引导到另外一个内装设计的重点，就是全新的 Vernasca 的真皮的跑车座椅。但是因为它是一台不折不扣的 M Performance 的车型，所以它在设计上面做了非常多的细节。M 款专属的蓝色缝线，甚至还有 M 经典的三色指标。哇，讲完了外观跟内装，我想性能应该是各位很在意的地方。是的，我们刚刚看完的都是视觉上的性能，接下来不如我们来试试看听觉上面的性能好吗？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一具猛兽它的排气声浪，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哇，再来。哦，哇哇，太澎湃的声浪了，我想在场所有的性能买家都跟我一样感到热血沸腾啊。没错，藏在引擎盖下面的，当然刚刚制造出这样子的声浪，不只是因为它有一个高性能的这个排气系统，引擎盖下方藏着一具 BMW M Performance 特别强调的直列六缸的涡轮增压引擎。 Bruce，我们为各位贵宾、各位媒体朋友介绍一下它的性能有多么的优异跟出色。没错，经典的直列六缸动力都是 BMW 的骄傲。在这一次 M Performance 调教之下呢，这具引擎能够输出高达360匹马力，而最大扭力可以来到500牛顿米。这500牛顿米只要在1500转就可以全速的爆发，提供你非常扎实、非常猛烈的贴背感。难怪这辆车子0到100公里加速只要4.8秒。4.8秒的成绩是横扫所有众家敌手，成为这个集聚里面的加速之王，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不晓得我们今天介绍这么多，我想各位都很在意的想了解我们在台湾市场推出什么样的车型，以及请你公布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建议售价。 OK， 最后的压轴，全新世代的 BMW X3 在现在要开始公布。全新世代的 X3 在台湾的车系编程以及建议售价， BMW 总代理范德提供不同的柴油跟汽油甚至性能车型的选择，给台湾的消费者满足每位消费者不同的用车需求。在柴油车型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X-Drive 20D 的运动版高达400牛顿米的扭力，建议售价239万。在汽油的车型，总共有X-Drive 30i 运动版以及 30i 豪华运动版，分别搭载 X-Line 的外观风格套件，以及 Luxury Line， 就是我身旁这台30i 的车型，建议售价分别是256万及276万。那最后就是我们刚刚听到
排气声浪非常勇猛的这个 M Performance 的 X3 的车型，全新的 BMW X3 M40i 今天售价为358万。哇，这么有竞争力的定价，以及这么丰沛的动力，还有满满的配备，全新世代的 BMW X3 挑战无所限，推荐给各位勇于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品味精英们。不是，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我有点痒，想要兜风了。我也等不及了，走，我们一起去兜风吧。谢谢 Bruce H. Wilmer 为我们预备了如此完整的产品介绍。好的，现在请大家准备好我们的挑战因子，因为下一段的表演将带领各位进入一段全新世代 BMW 3完美诠释的精彩之旅。
精彩的表演者为我们带来连串的表演，谢谢。今天呢，真的非常的感动哦，能与现场所有的贵宾朋友们一起来见证我们全新世代 BNWS3 的正式发表。大家一定呢，也像这个 BNWS3 一样，对未知有一个满满的好奇心。所以，由于我们 BNWS3 呢，一定会更多的支持我们迈向未来，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挑战、困难，或是什么样的风景，它都可以更多的支持我们向前，并且让我们享受轻松的这样驾驭的乐趣。而且呢，刚刚长官在非常精彩的这样子的产品演说当中，我们一定有发现呢 ，BMW 的造车工艺又被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是的，那全新世代 BMW 3呢，拥有卓越的卓越能力，还有呢充沛的创新科技。让我们在面对所有的路况，不同什么样的路况呢，都可以灵活稳定的驾驭，展现出最深厚的运动本色。相信现场所有的贵宾朋友们一定呢，很想要更多的再进一步的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 BMW3 了吧，是吧？大家还好吗？太棒了 ，OK， 接下来就是我们赏车的时间了。那在赏车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更多的来享受呢，我们呢为大家所准备的这个音乐的飨宴。那倘若呢，今天对这 BMW3 有任何的问题，当然都欢迎下去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都有专人在现场为大家分享、解说或是来做服务。那同时呢，如果现场的贵宾朋友们有把将您的爱车呢停到地下室的停车场，也在离场的时候别忘记帮我们的停车券交给出口处的工作人员。那再次感谢所有贵宾朋友们今晚的参与 ，BMW 总代理樊德，预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谢谢，拜拜。